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什么玩的游戏《生物幻想》？那我们现在要前往船屋，离开我们的高低山。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看起来是没有。好，我们走吧。什么？想不到经历与饕餮的一场恶战之后，焰火国人竟还未死心离去。这一路恐怕更加难行了。还是别乱闯，以免再生事了。看一下，好，候补的战斗人员不知道能不能随时把他叫上场，还没有试过，不过感觉是可以。神医，这里可没路了，难道我们要坐船离开？这是乌龟伯伯，他不是将我们吞入的大乌龟吗？赤血玄龟，他可以带我们前往帝都。是这座山的山神吗？好像一座大岛，好厉害啊！没想到竟有一日能被赤血玄龟所附在，倒也是奇遇。何止是奇遇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幽冥呢？好舒服啊。不行，不能睡。总觉得像做梦一样。神医，云兄，你真是处处令人惊叹，不但医术高明，竟还能与玄龟建立如此默契的关系。他只是喜欢我的嫡曲罢了。云兄的嫡曲确实清灵悠远，撼人心魄，只是似乎透着些许苍凉和孤寂。莫非云兄心中有着难解之事？云兄，你是哪里人士？你的气质出众，不似陶唐国人，若有我可以相帮之处。我不知道，过去与我只有空白与不堪。你们若想活命，最好不要和我扯上关系。云兄此番说话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，他说话简短冷淡，却面冷心热，对我十分关心。云兄，莫说救命之恩，非心不敢或忘，我俩手中指环恐怕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渊源。云兄想要和在下毫无关系，恐怕已是迟了。你的指环可有不寻常之处？说来话长。哇，这里就是帝都？今日戒备好像特别森严啊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终究还是来到此地。
银川，那些士兵居然和你说两句就走了，真没想到你在陶唐帝都也这么吃得开。叔叔姑娘过奖，我只是因为私人缘故常往来此地罢了。尤绵也是吗？小飞星，你是第一次来帝都吧？不如和神医仙四处逛逛，我和尤绵有点事，晚些时候再到客舍与你们碰面。好，回头见。这辉煌的宫阙，大叔，我真的来到帝都了，我一定会完成与你的约定。呆子，怎么了？西凉大典开始前，没什么，谨记，只是想起了故人。小飞星，到处都好热闹啊，我们快去前面瞧瞧。嗯，好像有点顿，我已经把画质调中阶的，还是有点顿，但是地图可能太大了。好，怎么？这个不行。哦，地图有点大，这个你会迷路。我想转个方向会顿顿的。嗯，再调低一点。哎呀，让我休息一下。时辰还没到，不如就先歇会儿吧。快走，快走嘛！我让他神狐跳舞。嗯，调一下火。好顿呐、啊！可是距离。这样会太低啊！啊，不然太钝了。先这样，嗯，好一点。诺诺，君子国人所驯需要救助的灾民，果然体态威猛，性情温和。看起来温驯，但骨子里仍藏有野性，还是别让细雨妹妹太靠近了。大老虎是好朋友。好可爱哦！细雨，你跑慢点儿。喂，你们小心些，别乱闯了。孩子心性。如此温柔的薄纱，我又要重生了。好，先存个档。好，我们先把那些互动率打到100，然后再去。市集果然大又热闹，几乎像个小村落。呆子，这里可是帝都呀！好，再去接主线任务。西陵丝绸，野蛮胡撒色的西陵丝绸。不过要买道具跟武器，现在估计是没钱了。好，走吧。这里。精美实用的漆器，送礼自用，两相宜。生意真差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讨厌鬼的汤味。哇，这个好大哦。嗯，买。这是个吗？百褶灵石就是给那个祭祀用的。往前站，往前瞧，吃了你就买不着。今天要吃什么菜呀？来看看吧。
真是见到蟒了，千万要看好它。在做什么坏勾当啊？往前站。哎，刚不是可以进去吗？平房啊，本区域不得逗留，立即离开。测试坚固耐用的工具应有尽有。戴嫂，现在全城戒备森严，我们还是别乱闯了。吓我跳，怎么想到那么钝？没钱，哈哈哈哈！本区域不得逗留，立即离开。素骨包。是强化露脸针，他刚刚说的三人是在哪里啊？背这么大的烤乳猪飞上天，哎，老板，你的乳猪不见了，他竟然没反应，傻眼猫咪，傻眼，死守。不能看，这边也进不去。哎，这么东西。可是我也想看神武精华，有点义气好吗？我自己去安抚大典，我怕会被打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会不会进去要打架？等一下再进去。神灵对一切必有其安排，我们顺其自然便是。都是镜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真得进去，可是我也想看神武精华。你们随便进我屋子，有何意图？搜刮宝物。为什么听到有那个灵兽的声音？真的要打架？抚琴。
我数到三，再不离开休怪我不客气。姑娘等等，我们只是三。喂，那我直接数三的。好，刚才有人来找大师。啊，忘记帮云青补血了。哇，还蛮强的。哪来的恶徒，竟敢擅闯民居？明明是你们让我。住口！阿杰，我会帮你点走他。你们好好护着，我要集中气力使出绝学。我不会放弃。一撞！替人来帮忙。哇，那你要赶快叫出钟伯了。看一下哦。所以用 Z 吗？七回合打了赢吗？看连段攻击有没有比较高的，三五。五段，所以是上左左，好。哇，没有六连加成。啊、哦！因为我按错了个。请多指教。啊！打赢吗？不过我蛮想看他惊天动地长的，可是也要打任务，很烦欸，这个游戏真的很讨厌。失礼了，不天道无常，我心我道。哦，赢了！啊，失败！啊，失败！那我们要重来。我要拿个宝箱。好，怎样重来？盾哦。大家都讨厌我，连不认识的人都来
好了，我再重新打一次啊。我先找我们的储存点，然后自己先到这边好了。哎，跳不上去。好，烂东西。先整个挡好了。存档点呢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然后我去找一下。那这一刀没做啊？小美向黄总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按赞，追踪最新消息。右下角铃铛记得把它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才可以追踪到最新消息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